안녕하세요한국의사예은입니다护肤最大的误会就是出油多就不使用保湿乳或者霜，皮肤平常健康，做好保湿，敏感度低是控油的关键，美肤的根本。市面上保湿的产品有很多，很容易选择困难。今天分享一下我选择产品的方法。选择保湿剂，我们要看成分是否安全，水油比率好不好吸收。如果不好吸收的话，化妆不服帖，再好的成分也不方便使用。还有，因为保湿剂会长时间停留在皮肤上，所以要使用与皮肤正常状态的pH 相似的弱酸性。我经常推荐的经典保湿产品是赤乐肤的这款纯纤细乳和小罐细霜，在美国人气很高，在商场也经常缺货，是代表性保湿剂，含有的三重神经酰胺、胆固醇、脂肪酸可以修复皮肤屏障。一般的保湿剂8小时保湿度减少 50%， 但赤乐肤能24小时持续作用于肌肤，达到长效保湿，不含酒精香精制度成分，换季干燥保湿、婴儿孕妇保湿都可以使用。不同的地方在于细乳适合护牛皮，细霜适合干皮。如果你还有其他的皮肤问题，记得留言告诉你。安妞。